Y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braham， 来自 Amazing Music Channel。好，今天呢这一集呢比较特别，那怎么说呢？就是我们这一集是用这个的 animation 来呈现给大家了。好，那话不多说，我们一起来观赏今天这一集有什么搞作呗。Y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eresa， 来自 MCTA。今天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就是要来访问服用 MBar 过后的 Abraham。Let's go！ 好，现在在我面前的这一位就是来自 Amazing Music Channel 的 Abraham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braham， 来自 Amazing Music Channel。那首先 ，Abraham， 我想问一下，你服用了这个 MBar 有多久呢？啊，我服用了这个 MBar 已经有一个月了。其实我想问一下，这 MBar 的口感和味道会难接受吗？老实说，我觉得不会嘞，因为它都是由一些谷粮啊、豆类啊所制成的。我还蛮喜欢吃的嘞，其实它的这个的口感和味道。最后冒昧的问一下，就那么一小块的 MBar 就能够消掉你的肚腩和让你有饱足感那么神奇？哈哈，那当然啦、啊、真的是不给小看啊，就那么一小小块的这个的 MBar， 我跟你讲，其实呢起初我也是、有怀疑的。那与我本身呢工作它比较忙碌，也不定时，所以导致到我时常也三餐都不定时，所以这其实也对健康不是很好了。那现在呢，我就工作到肚子啊有饿的时候呢，我就拿起这个 MBar 来吃，当做啊它是代餐。那很 surprise， 它真的是能够给我啊有这个的啊耐饱，还有这个的饱足感。啊，那自从那一天起呢，就是那我第一次啊拿 MBar 来做这个的代餐。那我就觉得有饱足感的过后呢，我就对他很有信心了。那就是那一天开始呢，我就很放心的，就是当我工作的时候，那肚子饿，我就拿起 MBar 来吃啊，做我最佳的这个的代餐。那最开心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他这个 MBar 呢，它不像一般人，就是我们要减肥啦，就会就是不吃东西啦，挨饿啦，节食啦，就是来减肥来消肚腩。它这个 MBar 就是让我能够做回我自己，就是因为其实我本身都还蛮喜欢吃的一个人，所以我就能够还是做回自己，就是吃我喜欢吃的，吃我想吃的。那最重要也不是说大家可以暴饮暴食啦，那健康还是很重要。所以它就是让我能够呢，就是吃我想吃，做回我自己，但是它又能够消掉我的这个的肚腩，所以这一个就是 MBar 非常棒的这个的地方。那对于喜欢运动的我呢，简直就是好像如虎添翼这样。为什么呢？我平时都有在运动，就是减肥消脂嘛，因为吃得多嘛。现在又加上这一个的 MBar， 让我能够双倍快跟双倍效果啊，能够减掉这一个的肚腩。哇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的那个感觉就好像周星驰戏里面的那个六师兄啊，轻功水上漂的那个六师兄这样，现在能够飞起来的感觉，轻飘飘的。好，那现在呢就是要让大家看一看那我服用 MBar 之前和之后的这个的对比了，请观赏。这个的频道啦，我是 Abraham， 来自 Amazing Music Channel， 拜拜。